办，如果工厂那边又要重新划，因为这又太麻烦了。而且我们直接办草莓妈这边，他这边有空房间嘛，可以让我们。然后他本身都没有睡那个人啊，那就太好了，那就干脆就草莓妈这边来做，也先请建筑师这边帮我们看怎么样办理建筑，就是建筑使用执照。我们老板现在找他，因为他那个女孩子在睡觉，他要去把他。哦，因为如果办的话，我们他办的话，到时候还要去建管会那边去申请。啊，做得有气啊！你做得有气的，我就讲嘿。对，别人说，如果我们现在正在办理的话，我们有证明就可以申请这个下来。哦。对，他要证明说我们真的有在办，而不是没有在办。那现在呢？这边说，现在公文会下来，这一次的绿国通道比较没关系。现在就是说，我们也要赶快开始开办，就是先请建，就是建筑师那边先赶快办理建筑使用执照，我们就办台北妈这边的嘛，这样就没问题了。这一次建筑，哇。吓死我！没有，就跟他沟通过了。对啊，其实很多人打电话我会拿电话，因为。